好，这边斗五对阵 GG 的第四局上半场开始了，地图依然是月亮和公园。我觉得斗五这边的战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放你红夫人，然后跟你打保平，你能保平，我们这边东玄也保平，那么拖入第五局，东玄这边斗五的话就会有一个大分的优势啊，再来保平就能拿下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思路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毕竟是 BO4 的红夫人，搬掉了一套国家队，不过这套阵容打红夫人有一说一还蛮扎实的，看上去还蛮扎实的。祭司空军这两个点，但凡只要有一个人不要出现秒倒的情况啊，不要秒倒，然后不要倒在地下室，不要倒在那个遗产机，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啊，可以保平的。这套阵容在这张地图很扎实，而且再加上月亮河有一些地图的机制，一些那个格式性的一些六轨的一个套路啊，问题不是特别大，就看刷点了吧。这刷点，哎，怎么就回去啦？张南娇，再不济再不济，他是一个就是吃刀。我大不了我把你吓回去。对，逼你躲个枪，我转个点。你把枪躲了，我转点，还有什么？是的，对。这一把的话，就还是要看一个刷点啊。对，如果还是那个鬼板刷个空军，是的，那就其实不舒服了。对球人来说，对，你想他，如果就其实最好撞的是谁？祭司呀，祭司。对，因为他又难牵制，动也不好打，然后我也好追，而且说把你祭司打了，你后面是不是没有动了？哎，没有大动节奏了。对对，你到时候安将啊，心疼我大安将啊，不仅说不定要打 BO5， 而且又要暂停。我只要能拦到你，对吧？而且现在安将说，安将说帮我叫好救护车。对，我已经撑不住了，三天三个 BO5 全到我头上，那个可以。但是我红夫人没有那么怕啊，他有金线，留金线就可以了。知道你要这样搞，就留金线了。对对对，先接大洞，再冲过去交枪，把人扯下来。而且不行，但是而且你如果不追祭司，对吧？那你追别人，他还是能。他大洞一起，你这个人怎么追啊？对啊，怎么追啊？对，就不说多好吧，从终点接到鬼屋，对，一个进校都投不过去。加班天王的名号，感觉要让给安将了呀。就把他们这个核心的一个运营给打乱了嘛。而且挂上以后空军修不了，对动了。对，就抓祭司啥都有。我解说两场的时间超过你们三场的时间，我第三场那这个对吧？没错。或者说我远处一个进校先打你刀，打你刀。贴你脸上再打一刀。对，我在这个椅子前，你能开枪吗？开不了。对对对，所以说法还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也是一个理想局。嗯，讨论穷人者好行吗？开局他刷个石头。之前都是打到半夜的那种。再见，不追了。对，我换人。对，刷石龙还是好的，最起码他一眼能看到这两个。是的。你万一刷一个机甲嘎啦里，就开局只看到一个，看到个守墓人跟鬼一样。就最怕什么？你刷在和尚。你穿那个旋马，然后和尚是个祭司，和尚是个祭司，哎，他对着和尚看你，对和尚嘿嘿，两个人给你打招呼，会给你打招呼，说哎你好，来追我呀，是的，就嘿嘿给你一笑，你来追我，就感觉是然后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给你打个洞，对，我就给你打个洞，是我你打完我一个洞，我还有一个洞，对，我再你再打完一个洞，我下个洞又好了，太难受了，对，那然后再扭头往什么帐篷一看。两个板子下掉的守墓人，对，等你衣冠上衣圣衣抬了过来给我救一波亮了啊！鬼故事，鬼故事，这个是真的鬼，这个就是你就是导演指导，好吧？这就是、上把还真是开局鬼板，然后撞祭司，是的，然后你也是导演，好吧？安导，安导，给你写个剧本，就空军开枪吃了。好了，开始了，又是这个，刚想说。这个刷点遇到的还好是张玉剑，张玉剑的挑战师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点是就是监管者特别像红夫人这种啊最喜欢的一个刷点，因为这个刷点就固定在鬼屋后面，这个人是溜不动的，骗出了一瓶香水，哎，这边骗出了一瓶香水，卡板子金香一切过来一刀没打中，哇，这刀再补打中了，完了，这挑战师要秒倒了，这个刷点，这个开局，这个挑战师没人能保得下来，一个镜像这里想要冲车，香水一放，板子一卡，我等着你，我等下一个镜像，完了，这走不了啊，这怎么走？这能走？不可能啊，没办法，这里上来这个位置的一个刷点是红夫人最喜欢的，那么运气是站在了 GG 这一边啊，CM，不过上一局他也是这个刷点。
但是也是被穷者强行保平了。而且这一局我们本来想象的，对吧，上来是想要抓空军和祭司的，那这里抓到一个调师，关键调师香水浇了半血以后也没有什么二六能力，一刀打出来，这守墓人，哎，这守墓人不一定救得下来啊，这守墓人要出问题，等一下，这个守墓人绝对不能救了。这边祭司打动过来，想要来尝试救，那看一下，这边祭司也被找到，我这把这个洞一打，这调香师过半，这一局红夫人稳保平局，争三争四，要慢慢盘，这个局要慢慢盘，只能看这边斗五的求生者能不能顶住这样的压力了，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祭司还想来尝试啊，还想来尝试，但这个位置太过于空旷啊，这视野一旦出来，你也没地方打洞。空军先把守墓人摸满，慢慢的打，有祭司，找到了，好像看见了，那这边要抓祭司了，闪现进来追一刀，然后镜像再投一刀，祭司这边先吃一刀，打洞下去。还行，这个闪现等于说这刀没打中，交了一个镜像来打这刀，哎，这边两刀没打中，那这边祭司可以溜过去，通过这个车再来做一波牵制，不过他这边好像没有想要用车，没有想要用车，再回身过来，晚晚的祭司反穿没成功，反穿没成功，哎呀，这个反穿没成功要吃一刀，下一个镜像五秒钟，那这样的话车也开不了，只能在后面这个板区溜，溜不动啊，溜不动，开了二阶的红夫人一刀倒地，挂上祭司，外面还差四台机，那这局千万不能被四抓呀，这一局这挂还是个地下室啊，四台机外面两个人，这怎么修啊，修不了了，这个局 94% 抓，好吧，剩下 10% 是三抓，这关键是真修不动，真修不动，修不了了，现在这机械师啊，不，这空军修不了，这祭司上挂有空军修不了，守墓啊这里的一个位置好像有耳鸣了，有耳鸣了，对于红凤来说就守着就行了，其实守着就行了，我稳稳的把这个祭司守过半就可以啊，现在要做就是等待这边祭司被挂飞以后空军再修一台，那哎，这电机差太多了，调试上来这个刷点然后被一个镜像香水骗了以后太难受了，没办法，这个局差不多是一个四抓局啊，看不到那个，看不到三抓的希望，就看不到跑一个的希望啊。这里守墓人只剩一根铲子了，对吧？这个祭司反正肯定是救不了的。那守墓人这边逐级出现，我投一个镜像，逼你交个铲，然后待会儿对吧？技能好了以后，哎，这里一刀打完了，这守墓可能还要吃第二刀。看一下往里面追，追这个镜像，砍头。镜像时间，现在幸好红夫人这个镜像时间切过来到脸上，15秒闪现，外面空军一个人要修，等于说空军这一局一个人要修五台，他一个人要修五台，砸个头，闪现一刀，镜像一刀，这个守墓人没有啊，闪现一刀，镜像一刀没有，四抓四抓，这个真没办法，这个是真的没办法呀，这个开局然后没救下来是真的没办法，骗一下，哎，闪现过来躲掉了，再追 ，nice 啊！寻觅啊，这边躲掉了一个闪现，那这边感觉有没有机会要切一手？先补一刀，还行，拉一拉点，这个闪现没打中的话，又给空军拖了一台电机啊，空军又修了一台，空军说还差两台，你加油，还差两台电机，切了插眼，红夫人这边是切了插眼。守墓人这里倒地以后会被眼插着，看一下两台电机的话，其实这两台电机都是大遗产，这两台电机都是大遗产，桥上面这台的话大概是15秒能开，然后河边这台应该是30秒能开，但空军这里要等到守墓人交自摸他才敢修啊，才敢修，怎么说呢，这个闪现没打到是给了求生者一丝机会啊，就是给了多少机会呢，1%的机会可以跑一个，但无奈这边红夫人切了一个插眼，这个插眼的话我守着这两台电机你们也不好弄啊，等我等你空军爆乌鸦，
对吧？这边这台大遗产，这里十秒钟的大遗产，我先给你插个眼，等着，慢慢排，慢慢排。空军能不能去悄悄的把守墓人摸起来？守墓人如果摸起来呢，这1%可能能涨到5%，因为守墓人不是教字摸的。镜像头没找到位置，没找到人，摸起来的吧？能不能摸起来？还没找到人，还没找到人。而且这里要假装让这个红夫人以为这个守墓人是教字摸起来的，不过这样就直接起来呢，应该是可以，就是想得清楚一点，应该能想得清楚，就是教掉，就是被摸起来的，而不是教字摸起来的了。还是机会不大啊，还是机会不大。守墓人这里得等到空军六的时候，他去翻箱子，翻个针什么的。耳鸣是触发了，这里有插眼的。看一下怎么来处理啊？刚才的一个位置判断，上西也是再次通过他的一个绕位啊。之前那个上西在打那个 MRC， 就是斗武打 MRC 的时候，上西也是这样子通过自己的一个左位是成功的压了一波。好，那么现在找到神木，空军赶紧修，先把墙上面那台哦，这边补这台也可以，这台是一半的，一半的机大概30秒左右，先修，赶紧，如果说剩一台的话，有机会啊。来，这边一个地箱接过来，这台电机能点开的话还有机会，一刀倒地。这边本身有个眼，那空军继续流浪天，又要流浪天涯了，继续流浪之旅。作为观众，作为一个中立的解说，其实更希望看到的是求生者能把电机点亮的这一刻，因为这样的话会比较有戏剧性啊。这个空军真的不容易啊，手上捏着一把枪，一个镜像头，好像看见了，看见的话机会不大了，看见的话机会不大。我觉得这边红夫人是没必要切过来的，切过来给空军一个走位的机会反而是不太好，倒不如就是镜像就在这里压着，对吧？把自己的眼什么的都续上。守墓人这里可以等啊，等他需要就是空军把这边的红夫人至少带远了以后，这边压一手脚步，往里面一看，哎，没足迹，知道了。镜下一头，那空军这边应该要吃一刀，一刀要吃的，吃一刀不过分啊。拉走，守墓人这里看一下，再爬，交字摸起来。好，那这里反手过去14秒的镜像啊，我觉得要去管守墓，而不是管这个空军。这个空军是有字摸的，没必要管。虽然说优势还是比较大，但是这个真的管这个空军不好。管这空军不好，守墓人这样的话，守墓人那个位置你就不太能确定了。一刀抽刀砸头 ，nice！ 守墓人翻箱子，翻一根针，能不能翻根针什么的？来，各位观众，弹幕刷起来，翻的是啥？护臂也行，护臂也行，要交枪了，再躲。好的，这个镜像躲掉，守墓人点到桥上面的电机，那这台电机的修改还差一台。哎呦，这里不要追这个空军了，这个空军有自摸的还要追，这手上枪还没交呢。流浪天涯的空军，好，这边电机点开，总得去找守墓了吧，还要追空军。镜像好了，他不放弃，守墓人这边抢电机，交枪 nice 啊，翻板拉走，空军走了，那只能回去找守墓。守墓这边的电机我们看一下，电机还差10秒左右，走过去电机能开，能开，能强行开，护臂，空军开门，一个镜像包过来，再一切，一个护臂弹走，前面有地窖，空军能不能开门？哎，空军开门了，跑地窖了，平局，哇，啊，西吧，这个局居然能平局，我的天哪，流浪地球的一个空军创造了奇迹，真的是不容易啊。